桃花自有佳人赏，小沙泥爱野花香，野花香，野花香。阿哥，大佬神父，香港仔田湾嗰间全球影片公司 ，The Global Motion Pictures Company， 真系扮拉加啦。苏怡导演，黎文光炸机拍摄，谭宏远用上海电通公司出果部三友式聲机嚟收音，卢马拉果条肉弹弹肥系谭兰兴，仲有冯胜昌、高威廉、黄秀年、叶仁普、叶科夫、叶志超合演过出肉感香艳抵死嘅粤语声片《野花香》。卢马响佛历2478年5月10号佛诞礼拜五写过一封公开信来俾我哋暹罗嘅观众添噃。What's good？ 大佬神父，快捻啲读俾观众听啦。自有声电影兴起，舞台嘅艺员一步一步踏进银幕，因银幕用特写嘅镜头。来扩大各部细微的表演，使观众会看得特别清楚，同时将戏剧的布置和化妆，切合事实，适应环境，使观众得到真确的印象和应有的兴趣。我在《野花香》啦，谭兰兴小姐虽然是第一摆的上市，但得导演苏怡、摄影师李文光、录音师谭宏远几位专家的努力合作，整个体力都算认真满意。野花香是太平剧团这两三年来最成功的戏剧。依家得个机会将这出戏最精彩的地方搬到海外，拉各位观众相见，心坎中总觉得快慰。野花香是香港中央、普庆、东乐三大戏院同时放映，每日观众16300几人，就香港第三个月时间，我在银幕上得个机会同222856位观众相认识。这种果不我喜的心情，使我随时随地觉得应该感谢的。始足进步。马师曾《中华民国24年5月10号》礼拜五。